下午一起拍的，我现在单独拍门口的手部特写，跟在走廊上，头探出来看走廊上的环境，我就不拍教室。好，那我就打这颗再加那边一颗三百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教室里的我们就统一到下午做掉。下午好，知道了。OK， 因为下午都是教室游戏。好，那搞不好就架好之后就人都围起来。